叔叔对你那么好，他肯定会安排的。真的呀？是的，他，叔叔是个很负责的。叔叔是一个很负责的。他就是说，可能他不在公司，但是他也会安排人去给他公司的员工给他们礼物这些的，六一节那些他都给他的员工这些发放东西，虽然他不在公司里面，他也会安排人去做，知道吗？叔叔是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你要快速成长，完善自己。那我现在这个样子，大家都叫我去学习，对不对？真的，叔叔阿姨们，如果真的有一天，那如果有变化了，如果有进步了的话，大家又肯定有一部分人又会说，哎呀，他变了，他就不该去的，他现在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就会有很多，真的，你怎么样，别人都会说你，就是太难了。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是的呀，六一节他给所有的员工礼物了，他没有在公司，他也安排别人去做，也给我礼物了。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哇，我们把小赞赞往上提一点，我们点到400了。Sorry, that's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你不要落魄，全都叫我去上班，不然叔叔来了我跟叔叔说一下。
把小站在我们上顶一叠。这个蚊子咬得很，口水还想踢鱼刺，还想踢鱼刺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扣一我就给你们唱一次。口学，谢谢老师。对，因为这个口弦之前唱过很多次了，我怕，因为我唱的也不怎么好听，我就是纯粹的因为有些阿姨确实喜欢听，我才会唱的，就是说，不是说唱的好听的展示，是因为有些阿姨喜欢听，就相当于听着开心，大家开心就可以了。我的目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开心就可以，我就唱一首歌，叫做《口弦》，来喽，他来喽。唱一首口弦送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喜欢。如果以后谁见到我的口弦，请你还给我，我错了，灯红酒绿不该叫你放弃。如果以后谁见到我的爱人，请你告诉他，我累了，漫漫人海，爱的原来还是你。如果以后谁见到我的家人，请你告诉他，我醉了，不该不想，不愿让他们伤心。如果有谁路过我的故乡，请你听一听，我走了，伤感伤时，风还有人在歌唱。如果山不再高，不再歌，不再远，如果水不再深，不再急，不再长，如果爱还有梦，还有真，还有纯，如果心不再伤，不再冷，不再疼。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啦。谢谢，感谢叔叔阿姨们，感谢哥哥姐们，谢谢你们的喜欢啊！就对，随便唱一下，就因为也没有什么声卡，可能唱的没有你们觉得那么的舒服，那么的完美。可能不好的地方我会慢慢的改的，就是希望大家听了这些歌就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谢谢关注，谢谢你们的点赞啊。对，感谢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的点赞，也欢迎以后你们可以来到我的家乡玩。我们家乡马上就要过火把节了，7、8月份的时候就过火把节。火把节干嘛呢？有参加选美、选帅，还有摔跤比赛，还有拔河，还有斗牛。以前有斗牛，有的城市现在，因为我们彝族分为很多地区，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彝族人民真的是很热情、淳朴的一个民族，就是说也是很好客的一个民族。就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有彝族朋友的话，你们火把节也可以去拜访一下，也可以去参加我们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可以就是说参加我们彝族的这个选美呀，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有很多漂亮的阿咪子。阿咪子就是说少数民族姑娘，有很多每个村代表的，就是说去选美，第一名就是金索马，那些还有奖励的，有5000到10000的奖励。还有就是有选帅，就是有很多就是比较
好壮的那些男孩要去参加选帅。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每个女孩子穿着都是不同的民族服饰。太远了吗？还好吧，我们这边以前不通高速的，现在通高速了。但是如果我们这儿离县城的话，我这个家乡老家离县城要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还有就是说，叔叔他每次从外面来找我的话，可能要开有的时候六个小时左右，因为他是从其他城市过来的。对，我拿不了，我拿不了第一的，这些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少数民族姑娘漂亮的特别特别多，像我这种的话，叔叔阿姨们都是长得算是很普通的，有很多好看的姐姐，也有很多好看的就比较优秀的女孩子，很多的啊。就说真的，可能你们身边没有什么少数民族姑娘，你们见到我就觉得我是很完美的，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阿姨都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女孩子，很多不一样的少数民族姑娘，有真的很多的。我要快点去上班吗？上班这个事情可能一个月左右我会去锻炼一下自己，因为叔叔现在他也是每个月他都在做公益，我上一次参加了，我觉得叔叔就是说他现在因为工程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些很多项目都在我们当地，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待在我们这个城市，但是他的公司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每天有事情在做，所以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叔叔的话他培养出来的很多都是很优秀的，有很多优秀的员工，这些甚至还有些比叔叔年纪更大的叔叔都在叔叔公司里面，都是全部都是很优秀的，所以的话我去的话我肯定要先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和事，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说因为叔叔一句叫我去，我每天在那儿就是没事儿做。喜欢几年说话非常有涵养，没有呢，谢谢啊，感谢。你们没有关注叔叔的这个地方可以点个关注哟，对，这个加号是关注。叶总非常的辛苦，肯定呀，毕竟他手下还有几十个员工，所以的话就说他都会把工作分配给每一个人去做，但是他作为一个就是说老板的话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压力，也有他自己的任务，还有很多他的就是说也有很多他的责任和担当，就不是纯粹的上班，他不是一个上班人，他是要管理几十号人，他一个人，叔叔阿姨们你想一下他一个人，所以的话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也不容易，确实是很辛苦，就像你们说的一样很辛苦嘛。关注叔叔了吗？对，这个地方点关注就可以了，我们把小赞赞点一点。今年你是云南的吗？不是，那个云南的 IP 是云南的，然后那个是假的啊，叔叔阿姨们，以后你们见到 IP 是云南的，在录播粉丝只有几千个或者一万个的，你们都可以举报的，我不是云南的。我是少数民族，我是小凉山的啊。我也不是说什么
我也不是湖南的，什么说我是湖南的什么，有的瞎编在说我是什么湖南的演员都来了，我不是湖南的啊，我是宜寨的，我是四川这边的，我是宜寨的，我还没去过湖南这些呢，福建、湖南、上海这些我都没去过。录播的视频那些很多都是假的啊，叔叔阿姨们，你们小心，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了。不是西昌的，嗯。对，我们没有关注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点个关注，这样子啊，可能叔叔不知道他几十道，我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我就先下了，然后待会儿就是说看叔叔多久到，看能不能再给你们播一场，没有关注的叔叔阿姨们点个关注，我给叔叔打电话问一下叔叔到哪儿了。